我们带来东方韵律。Thank you.
接下来有请小明星京剧培训中心王杰老师给我们带来祝英台选段。
好，我们谢谢王杰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接下来由小红帽协会艺术团的男女生二主唱。
男。这个电话。
澳大利亚金兰艺术团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接下来由悉尼模特协会艺术团带来舞蹈《放水河潭》。好，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。